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礼拜夜客家新闻插枝，我是喜丽玲。生同死是人生的大事情，啥啥都会经过。不过台湾的土地有限条，我让我面对很多的矛盾和课题呢。是由众生之体来的报道，按照特别爱来探讨。首先，按照对客家最大烟、新竹烟观察显示，有58万的人口，31%的烟入被冰种转起。古所烟政府呢，就按算爱托咸丰户口及格的蔬菜，以一撮烟入生命经验进去。不过呢，也对亲戚受到影响的当地乡亲来讲，当反对。甚至有激烈的抗争，居民妈并将查出可能会涉及到交通的问题，还较厉害，还个火葬场没有空气的污染，还个附近呢有加建学校，有可能会影响到3000人的学生呢。不过头一其中清关县呢，就是当地左丘有一撮是立被生命热气的，也下还爱起加一撮，大家就讲我本人认为。亚达美的呢，就是冰庄乡。记者王振义同陈清明的随行报道。一部个前途人夫公开发糖，都看得到从安阳抗战的情形，尤其了生命纪念展起相关的议题，说明非常好。见面喊系几骂，骂到一摆比一摆，喊下几痛。三支樱花生命园，你们不是要听民众的声音吗？怎么都是你们在讲？不希望未来从台北往南走，看到了林古塔。看到了烟囱，看到了火葬场，就知道我无垢乡到了。我不愿意，你们愿意吗？国不将推崇来抗议，系高潮未懂尊敬。经过见面指导，讲不起出来，更怕连后台子孙会落错个素材，未唔偏钱。长时到新竹府桥交流道摸结桥，行列一条两片都系属那个山洪水路，摸埋你为第一个，因为第一算系几咪个军方用地。哎，你好，这条是军方的战皮炮头，也是福桥台仁山军事用地，也是未来人的生命纪念应该记起，也是新竹县政府规划差不多9.8公顷案发，差不多是板扎推背式的台湾森林工人。后背有山，秋千有海，对行人来讲，爱生呢是生命共同体，是东河界风水宝地。一位是杜信凤老虎桥夹夹的素材，新竹县政府于1908年老军凤大厦夹摆，最美完成归有共有土地财产登记，含无上取得初步为独立规划并拟案，保中冲那古塔韩国自然环保重要的设施，外部行业独占气度，就做得将避免天际于摆完成。你啊，这提点东西啊，全新竹人经过专家、经过民众的民调啊，有成70%啊，70%啊，包括竹东、新埔、竹北、吼、虎口70%，大家专家眼光、民调的眼光讲，平价是适当。你总得讲，平价当偏远的位数去啊，当偏远位数，人家智商的家属舟车劳累，跟人家告别式，你每舟车劳累啊。你怎么讲？佮比如讲，你要平个壮下个山毒去，佮万一去？具体赋权有公务，杭州一撮私立界生命燃起，民众等抢都来先测试，你世界流程没做得好，集中来办事，上台前多时间，对了个图来看，先度了一场冬河。不过受到杨雄个呼求，老信奉个乡亲指导，完全没安用。交通部所统计的，目前我们的每天的
车流量啊，补助量是六万七千多辆左右，那不含台一线哦。那像目前已经塞成这样子，那为什么不把它钱呢？先把我们的所有的一些交通做一个改善。台湾的习俗就是会有灵车等等的，那我们一塞车，你想象一下这边的，如果灵车在前面，是我把我们乡亲所有变成车队。对了下个亲戚不满，没对未来小骗嘞，佮条系凡是两张汽车救费的结果。两个次救费主要系由福桥、老信丰、三十七家村个居民联合整改。两条职工抽签开会，按年对策展开联署，希望朝下下多居民提出来。扎起个发传单，为大家联署，两条职工是同来做，去到各家所在。大家出来时与其没好好改革的沟通，先改善两张起起起来，降下撒下来，动吵闹的上，还有恐怖一点问题，甚至对下一代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冰山园区预计定在这边，这边全部都是我们的国小、幼稚园、国中，然后火车站这边明星科技大学这一带。靠近滨江园区800公尺内，学童超过多少？3000名，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新丰湖口来讲，就是工厂就已经是很多了。那试想一下，我们小孩子未来居住的环境该怎么办呢？以东海火葬场的案例来讲，近几年下来的戴澳新的成长幅度是19点多倍，将近20倍。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发生相同的事情，那我们这种身为家长的，我们是非常忧心的。盐条都安用冻火嘅方面，带到福桥嘅五小子冻险险，因为困难过去，无下福权都冇求安用嘅亲自供人。原来那边有一块很大一块，然后是军方的地，但是结果最后却是要做这个殡葬园区，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吧。然后看到像高雄他们的那个军方释出的地，他们是做成卫武营，这样很漂亮的一个可以给全家大小去活动的场所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羡慕。马上不希望我看门打开来看到个是蓝天绿地呢，如果全境任何居民强烈反对个是两张关键。新北市、桃园、台中，他们这些人口这么密、这么高度密集，有几百万人口，甚至人口比我们高这么多的地方，你都只有一座生命园区，为什么在我们新竹县的湖口跟新丰人口数这么小的地方，你却要盖两座生命园区？这样子传出去的话，全台湾只会笑我们新丰湖口，你们是殡葬乡。新竹人有58本嗓音，用头前海老新竹人搬走海南、海北，海南又整理主动殡仪馆。国主北信奉福桥信步管制了了，有40万人桥界海北，强一撮四立界生命燃起，系讲新竹人民用隔壁新竹市殡仪馆，太开爱家属一点五度两块嘅钱，并不费了了，还系爱收3到8块安多钱。不过辞旧费之年，火葬老衲骨塔使用率都冇超过一半，两下嘅两年系哪个？当然就应讲。你的使用率不敢说，事实上使用率超过。你心中人啊，人烟啊，有四千个人往生，往生过身。从当年下来呢，差不多公立中东殡仪馆到长生天啊，处理差不多2000人个大体呢，还有1000人个大体呢，系冇法度哦，是经过新竹市，冇是到中立去处理。你要考虑到，你心中人民啊，系牺牲。重量莫是新竹市，伊个费用啊是2倍费用啊。你新竹人民啊，每2等国民俩。像我老后也会碰到这个事情，就完之后那个烧完的骨灰你放在哪里？所以多一个地方选项的部分会是好事。如果是可能对一些中低收入户来讲，可能有一部分是那个额外就是县府他们去看怎么去那个补助或其他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帮助在。
你懂得了啦。我讲真的，才便宜多少钱？那如果只要便宜个5万、10万块钱，那是一辈子的东西在那边。那就算便宜个3、5万块钱，那要危害我们周遭所有人，这个所有居民啊，新竹县的1/3的人口的居民的什么福利？什么福利呢？生活品质。这两张气是热气温气，热用是有气，热是无气。未来是好是坏，无人知道。不过此就会发现，一下潮涌一届，可能多届文化资产，强强会摸脱。要帮忙吗？对对对。可以，这边要帮忙吗？对对。因为摩路好行，了了职工一届来年一届冻死你，唔但抢用行街，还有跳街。哦，好有画面，好哇！来来来。今行年起，草比人还下高，一个翘翘的山路，就都面朝前。虽然没挖到具体的范围图，不过文字好扎断，两只古绕是八卦绕地图，正规的农村绕，应该是一下全推板位置，位置一个留下来的。一般的八卦也好，它这个部分也嘛，它会比较圆，可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哦，它是感觉比较像正方的感觉嘛，所以它比较没有那么圆这样的，所以这个算是他们看到里面，他们觉得算是蛮有在地特色文化的部分。金凤浮桥算是风土提升，做起工程用彩铁的材料，日本时代又是搞错，这里都是老彩铁客家动物馆的记录，没是老祖公的智慧。职工从发现生态了解中啊，内内外外紧协商。对，这个要清彩哦。对，这个都是它的烟道哦，非常珍贵哦。谁会希望说这个一个珍贵的文字，然后旁边是生命园区呢？对不对？那真的是非常的不恰当，而且非常的不适合。对啊，那真的是浪费了这个全台湾唯一的珍弄寮。挑白推翻改并纵乱象，不然狗拽甚至吐牙刀，有了一个狗粉，还是蒙了去安纵烟改事情，没有了暗然。了安纵烟有相关单位什么答辩，并纵烟是每天的都是台，国人改观念没有某强用的改变。那生命园区的话，给人家的印象都是死气沉沉的啊，或阴森森的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说造成环境污染或空气等等之类的、啊。对啊，那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啊，附近周遭有绿化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对，不会让人家有刻板的印象。这没人去呢，没讲厉害。按要看的眼光来看，你是5年、10年，甚至20年以后事情，你每个事情发生以后，你将来做了什么样去，可能做不出来。你阿爹全部人政府会做一只前瞻的部署，会先规划。你冇规划，都是会做，你是冇法度啊。附近的人肯定会反对啊，但是按那种状况，没办法避免啊。所以也这个政府掌握去做一个两个思考，让个来有一个机制，但是在按来之下，政府的回馈做法还有嘛改？比如说，要付区的人有嘛个优待啊，或者有嘛个后卫较政策的支持，好本他个来，那边取得一个较平衡的状态。你不看出三改台事情，唔系俺不看出三改台事情。如果动用您情感推板您，要得尊重老包容。新竹站里三两站起，两下找行车头一步。外娘办老见面又强势，老站起强势，还有动作问题需要改革。